人气 YouTuber 奎丁因拥有直爽个性以及火辣身材深受网友们的喜爱。他在大学时期特别厉害，玩英雄联盟，后封为 LOL 电竞女神，吸引大批粉丝追随。日前奎丁晒出一张 IG 的私讯截图，透露有网友质疑他把社群的照片赞数关掉是怕触及量太差，更劝奎丁改 po 辣照才会吸引更多赞数。奎丁直言听了这番话心里真的很火，更强调自己不可能会这么做，还反问粉丝难道大家真的这么现实吗？我不敢相信粉丝会是这种人。不过奎丁随后也附上三张辣照，只见他身穿黑色低胸背心，露出浑圆的南半球，火辣程度破表。调出蔡哥开玩笑留言表示：“我按赞就是了。”逗趣互动小范网友。Bye.